给我奶奶小朋友练声哈，然后这边也可以敲，而且我教音阶排列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。啊。轻轻的，不然坏掉啊。妈妈。我们刚才有。这个美女帮我们介绍到呢，忘了请教美女怎么称呼你？我姓李，木子李。李小姐哈，哇，今天的服务很棒啊哈。那我们今天的导览就是到五点哈。好，对，没有错。因为我们会录影放在网上，让我们一些盲包可以收听。真的。对呀，对。好，那给那甘小姐的超级大美女哈，李小姐帮我们亲切的介绍，谢谢她喽，拜拜。谢谢。